农历新年会让你想到什么？团圆饭，一家团聚，大扫除，除旧迎新，红包，橘子，大吉大利，新的一年新的开始。还有玲玲姐，农历新年怎么能少得了 FNM 呢？从小家里钓鱼 FNM， 这已经是一种传统，它代表黄金源源不断，财源滚滚。 FNM 祝大家灵猴新锐，恭喜恭喜。现在购买两盒 FNM 贺年产品，就可换取新年饼干一盒，